哎，他钻进去鳄鱼池了，靠背。哎，你那边墙壁。等一下，我拨他，我拨他。从我这个位置。哦，在桥上。我们从这边包吗？他会下水吗？鳄鱼深绿叶机没有，他会钻下，他会下去哎。那我跟彩友一起打啊，你去对面，妈咪拿椅子给我，两张椅子。彩友你在左边，你在这边。开保险，一样5432哦。你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它后面是什么东西？可以。好。好了。准备哦。好。5、4、3、2。干，你不要射到我。2、3、2。好。Joby，你从那边射。你那边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卡死他的。他投出来了，投出来了，投到我这边吗？对，投在你那边。他下水了。下水了，路上。不要！你打吧，打进去啊。好啊，你不要打到我哦。好。进去了。他在树上，没进去。没有。啊，他出去了。过来。我看到，不要打哦。哎，他钻进去鳄鱼池了，靠背。哎，他们。哥，你那边墙壁。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左边。那个橘橘的是不是？不是。去拿铁钩。你帮我看鳄鱼哦，很糟了。不要，！水下面。不知道，我帮你看鳄鱼怎么画。这里是你投过来的，投过来的。等一下。九恩，这给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小心哦，小心。等一下，我拨他。你先把它限制住在角角，然后定好。那你保小心。来，钩子小心，来，你捏到茧。等一下，我钩子打开。你钩子闪开它。抓好，注意哦。靠边，你又来。对。我再把它丢过去给你，有没有讲？把它挡起来。刚刚可以输哦。起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。可以跳操。跑啊，马驹啊。马驹好。狗狗。狗狗乱尿。他会绑眼睛的。为什么眼睛？Okay。他比较不会惊吓。哎呀。要让他尾巴还是会爽。你怎么知道他的袜子？一
对，没有没有卖啦，这个交回去给农业局的。对啊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危害种啊，还会万丹这边好像。上礼拜也有来抓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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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他没有饿呢。他刚才才刚吃完，然后那里还有一块剩的。哦。这个也是要交回去的。对对对，这个要交回去。那、啊、他们怎么？他才刚喂食。我们就是农业局他们自己处理。应该是，但是这没办法、啊，他如果不人道处理，对。每都没刷牙。好，来各位，今天就是我们的移除的结果，我们好累哦。印象深刻就是鳄鱼吧？鳄鱼啊，对啊，鳄鱼，鳄鱼，鳄鱼最夸张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那个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鳄鱼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想鳄鱼是刚好它吃饱了，不然它那时候刚好吃饱了。对你，那如果它没有吃饱，你可能看到那一只鳄鱼瞬间转过把它吃掉，可惜了啊、哦，没有啦，这不是要血淋淋，就只是一个刚好对。那完了之后，这些就会交由这个八森林的这个老板了，他们就带出去掩埋了。因为你想，他这里是露营区嘛。对啊。对啊，如果睡到一半就猎奇跑进来。对，而且有遇过，就是他在地上不怕人，小朋友过去的时候他尾巴这样攻击，那这个会出现在发情期的时候，對，因为发情期比较凶嘛。